大家好，我是李医生。酒精呢是最伤肝的东西，经常喝酒的人要注意了。如果身体出现以下这些症状，是你的身体给你下了戒酒令，该戒酒养肝了。首先呢，就是早上起来面色晦暗，脸色发黄，没有精神，甚至眼白也开始变黄，皮肤看起来也是晦暗无光。如果你的皮肤并不是一直如此，而是慢慢变成这样，甚至出现黄疸，那就要小心肝脏的问题。第二个表现就是食欲下降，恶心干呕。那肝脏功能不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消化功能和代谢，导致消化不良、酸碱平衡失衡、紊乱等等。如果你最近总是觉得食欲不佳，排除了胃部的原因，就需要考虑肝脏了。那第三个表现就是身上出现出血点、瘀斑，经常性的牙龈出血。如果肝脏出现异常，肝功能受到损伤，可能会导致凝血功能出现障碍。如果你以前正常，那么最近身上忽然多出很多出血点或者是瘀斑，经常鼻子出血或者牙龈出血，最好还是检查一下。那肝脏不好的表现可能有很多，可能不会那么典型，也可能很多症状是一起出现。那这就需要我们平时呢尽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，及时发现一些异常变化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健康知识。